哎，大家都要滚哦！你可以我，我按滚轮了，他发现我切滚滚滚，全部大家都在切穿，滚滚。有了，有了。哦，我树屋哦，对吧？然后那个树屋的桥直接接到了几位数。哦，欸，我接好欸。有啊，你有接好。我彤彤没生气欸。哈？没有，我觉得很，我觉得其实不错欸。哦耶！我觉得真的不错，我认真。太着怕说很头会折磨你啊！没有，昨天原本接太快，太歪了，接到那个斜斜的那个坡上面。哦，哈哈哈！我觉得接得很赞呢，怎么办啊你？我刚开播五分钟前发生意外，我不小心要改东西，不然把整座桥拆掉。笑死！我说不行，我赶在开台前赶紧把它改回来。可是，等一下，所以你们有办法？那个桥下来之后是集会所上面，那你们要怎么下来啊？跳下来啊？那个从左边的坡下来。哦，所以是要跳下来。左边阿旺他们家的下来。哦，懂了。啊，超好笑。怎么样？最近可以走到二楼？有哎、欸，有哎、欸。哦，这好好看哎、欸。我们改好久的，好强哦，好看呢！也改太多了吧？哇，超强！昨天那边改，我们昨天也挖了一大堆的铁，我们昨天挖，然后要求重盖这里，好危险！哎、欸，对耶，就你们当初懒得高楼层，就你们现在自己也在盖高楼层啊，笑死！对啊。我盖一个浮空的，对呀、啊，树屋，笑死，至少是好看的、啊，对吧？你怎么？那你自己种树的吗？没有，那个树已经放在那边。真的假？哦，所以你在上面就盖一个树屋，它是好大的，对吧？它是一整圈的、哦。我可以去偷看你家吗？可以啊。啊，现在是先观光时间是不是？现在先观光是不是？为什么小雨家进去要蹲下？啊，不用啊。不可以直接进去吗？哎、欸，谁跳楼？我被挤下来了，白痴啊！你这个桥怪怪的。啊？为什么？我就说要蹲下。没有啦，人太高了。哦，你们角色太高了啦。你看，进不去啊，进不去啊。角色太高了。高个只要蹲一下，高个只要蹲一下。高个低头。哇，个子会撞到头啊，自己要蹲一下。要头啊！太写实了吧？门会这样。太写实了吧？他就穿鸡团。哦，哦，有哎、欸。小雨，你要不要给他们看你家的靶场？啊、哦，对对对，这里。哎、欸，对了，你们要看我家的靶场吗？我家有一个靶场，很赞哦，在我床旁边。靶场。你看开这个门，我们就可以直接狙击外面的。你直接掉下去了。就直接掉下去啊！啊！这是陷阱门吧？原来你的标靶是指外面的人哦。对啊，可以直接打人，很赞哎！可以直接打，很赞哎！他打一打没有死，他们会跑到兽栏旁边，兽栏的动物会直接帮忙攻击，很赞哦。全自动狩猎，对，半自动。没办法，我家的靶场。他妈没卖你！好好笑。为什么要在床旁边盖这么危险的东西啊？没事，外面开不了门啊，说里面都是对啊，没事耶。先打，早上想打。这是军营吗？好像是有点。营区。训练营啊。训练营。少界塔。少界塔很棒吧？战斗第一线。好猛哎！很赞吧？哎、欸，所以那个阿邦盖的那个是你们的那个宗教吗？娱乐，啊，娱乐圣所，嗯，我们的娱乐圣所。啊，团结过，这个项目到底是谁的、啊？走开！为什么会有这个啊？啊？哎、欸，我卡住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们太高了啦！这个是那是柱子的阶梯吧？对啊，那个是承重，没办法，一定要盖。哎、欸，有人在卡的，干嘛打我？你要跟我讲，不是你讲，我跟你讲，你先打我，你没礼貌。欸、你卡在交通要道哎、欸！嘿、欸，你都没讲，你不要从旁边插去啊！结果我不会讲，没素养。在盖的时候，我才知道它有一些建筑是可以重叠的，就它往左，它可以叠在一起，是不是？很好看哎、欸！好、嗯、哦，地毯你在盖的时候是可以把它往下压的，就把它压到底下一点。哦，那你对受刑人很好哎、欸，还铺个地毯给他。对啊，可以躺在上面。哦、很恐怖、哦。我把你头都砍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来。哎、欸，等一下，球给你看，不要生气。我们同宗教的哎、欸。对啊。这皇座在那个的家具桌那边就、欸，家具桌就有了。嗯，还要钢吧？我记得还要钢吧。嗯，20个铁，20个铁，那也还好。算了，我也准备回去集会所了。不然就在那边就好了，这边就好了，就你不用留意，这边就好了。然后村长好像还不错。那你做你做。好哎。别的宗教这样，虽然是别的宗教，但是借用一下，借用一下。OK OK。哎，真的是，总是躺在那边的，浮空了，浮空了，不是椅子吗？那现在腰部啦，啊，今天村长啊。村长也没有特什么特别那个啦，那、啊、你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看到？三 tab， 你们自己的包包打开来，下面有一个什么大清洗仪表啊？对，它看起来已经超过那个一个值了。那我不确定今天会不会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哦、那之前我们也没玩过这个东西，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哦、那我不知道今天这两个小时会不会有出事情。对，哦、所以呢，今天这两个小时，我觉得就先也不太探进度，我们就是把家里。大家的房子尽量再更完善，然后装备记得要穿，记得要弄好。哎、欸，然后装备是部分，等一下到集会所，我有些话要说。有人做坏事，然后好。第三个是还有就是你们的宠物，应该都有一些非人的宠物嘛？那个宠物可以练等，练上去到10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每个人会有特性吧？对，你们可以刷一下你们自己的宠物，把它练到至少10等。好好的，目标是这样子。好的，好。OK。哦，集会所要集合了吗？我们就看他去集会所一下。集会所集合。好的。然后先到这里，就是这里，大家到了吗？哎、就这里左边有多了一个叫做驻军驻甲将的工作台，那它是比右手边的这个已改进工作台还要更凶猛。然后我现在的装备已经是重皮革的，然后这重皮革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搬运工的箱子里开到熊皮，抽卡抽到的，对，抽卡抽到的。然后熊皮我记得还有剩一些些，这边有厚皮革，再看你们要做什么使用。哦，所以我们要去猎熊吗？太多了吧，就是有已经抽到的了。对对对，我想是500个吧，抽到500。我们目前哇这么多哦，我怎么知道？目前还没遇到啦啊，因为今天两个人不在，那就也先不太去找新的熊之类的。对啊，对对对，我就讲一下，就是左边有这边有新的工作台，是现有的可以要做可以做。对，好的，好，然后装备的部分就这样。哦，解散，没问题。善，啊，对，那个，他这个台子可以做那个啦，那个什么沙尘暴呼吸面具，就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口罩吗？哦，它是对沙尘暴呼吸哦。对对对。哦，可以做口罩哎。嗯，没错，是蜻蜓衬垫跟钢而已。左边制作的通常都是需要代工吗？好，帮忙，代工是右手边，带一下，带一下，谢谢。好的，请问有几个要代工的？带10个，我也要带。好，要代工一个，代工一
好，那我帮每个人都做一个，肯定没问题。小雨，小雨，小雨，这边这个桌子做钢琴。哪里有钢？这里吗？这个已改进的，这里面就有了，而且它也有这个轻型正垫。好诶，老板拿走。东西都有，直接旁边拿就可以做了。直接做起来。这门真的是好气派，真的。你还可以在上面当壁虎哦。成年。一二三四五六一八。哦，它升级过后的材料一样。嗯，一样，可是做好像做比较快一点。有哦，有了有了，做好了。它这个会，好吵哦。它会慢慢扣耐久，就跟一般的装备一样的样子。好哦，所以可以在外面呼吸。沙尘暴来的，对，你就用沙尘暴来再带起来就好了。好棒好棒，谢啦！沙尘暴的时候出去挖矿了。再也不用躲房子里了，好爽哦！不用再盖地战士，不用再靠手术那边刷那个房子。快速盖房，刚加固。对啊，肯定没问题。怎么样的？这边还有啊，这边还有四个。我不是，不要，我做九个。这一整个都是啊，这一整个都是。它是一个超级大的游戏。刚才想我怎么这边的台子有啊，这边的皮上面也有。没有，它是分开的。都是同个。啊，还没升级的东西，主要先做右手边吧。嗯。然后升级过后再做左手边。从外面，从外面是好像有什么东西扣过去。要你鬼啊，干什么？什么东西？你看窗户的，我的头啊！这看起来很恐怖哎，这很恐怖哎，这可以直接偷东西哎！按照里面那个我们的宗教可以升级嘞，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的宗教。好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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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看你们的，应该是我的也可以升级。要变巨乳了吗？至少也不知道会怎样，但是在这。快升一下！我昨天看的时候，它可以升级。这么球啊！可是我们要去拿一点材料来吼，铁加固物跟已成型木材跟砖头。哎，我有加固物有，加固物我有，给你，168个。哦，我有已成型木材，我们插砖块。砖块，我做硬砖，我做硬砖，我还到你。哈哈哈哈，去看一下，应该也。应该是还有。啊，为什么你有那么多昆虫？昆虫，对啊，里面呢、啊？对啊，为什么？还是那个是那个什么虫长大了？我拿一些砖块来了。蝌蚪长大了，孵出来了是不是。对。屁耶、欸！我反而需要硬砖呢、欸，没有啊。硬砖，我看一下，你要多少、啊？我好像要400个吧，400就我的全部了啊！给你，再上个人，爸，我拥有你的全部，好帅啊！榨干它，晚一点我再去挑鳄鱼了，感觉鳄鱼是我目前最能打的了，是吧？小雨怎么一去不？完了，他不是拿去那个砖块吗？谁家？谁家怪怪的？你家为什么墙壁不见了？谁？而且你借的地方也太奇怪，就这样一小角哎、欸。这个还是因为有支撑的地方啊？等一下，还是啊？对耶，不小心拆到。这看起来是被拆到的、欸。那天在盖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撞到，然后离太远，怕，然后就。会移到？不是，它可以移除的距离有这么远吗？看看就知道啦，还蛮远的哎、欸。我到这里都还按得到移除哎。团那边我猜得到呢、欸。哦，真的假的？那这个嫌疑最大应该是小雨的。因为我盖我整天都不在，因为我盖我家的时候不可能猜得到你家，因为我家跟你家之间隔了一个机会锁。如果昨天我有在盖的话，我就是嫌疑犯嘞。我昨天不在，这个因为他距离小雨，你可你要去找小雨。
哎，小雨，小雨去拿个砖块就不拿不见了啊？什么？拆家是拆到音乐家？啊，我拆到他家吗？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个洞啊！一个洞哎、欸！哈哈哈哈哈！你家破洞了。哇，你先笑得我开心，你好过分哦！因为我家猜不到他家、哦，而且你看，真的吗？我去看一下，我看一下。不是，你看这个角度，这个画面朝向哪边就知道了。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哦。拿起锤子，啊、你站在桥上的话是有可能的。哦，站到这里就可以了哎、欸，可以耶、欸，点得到哎、欸。我很抱歉，哎呦，我开始，我知道，可是先道歉，我很抱歉。我想说，我一回家怎么一个洞？阿邦人，阿邦你开了一扇大门啊，开一个落地窗啊，很上帝帮你开了这扇门，太大扇了，我很抱歉。这个太大上了，难怪我那时候好像盖房子盖盖，突然身上有一些石头。我想说，我都是木造的，都没有石头，怎么会突然有石头？对，你猜到别人家了。我很抱歉。哎、欸，在猜我家的时候，我也不小心猜到房子家的墙。啊，对你那时候猜，我好像听到你在讲。观众讲，我可以放放，我也没有意思。三百四。哎，对，新莫特特，我们要去升级那个，我们的升级我们的营业，对，娱乐所，我们的娱乐场所。啊，娱乐场所哪个娱乐场所？我们的啊，宗教教派的那个。对啊，哎，够了吗？升级呀！它里面可以直接升级。你们都是你要在上面看就好，是不是？我在这边看，啊、我在这边看。我、靠！你的看观看位置也太好了，什么等级？对呀、啊，那我要升级咯。好，升吧，升吧，升吧。好久，升级好久。结果我不是，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啊、喔。不是这个教派的。CD 一下 ，CD 一下、喔。要等，要等他。快好了，等他一下，给他一点时间。再五秒，再五秒。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欸、对我除了盖那个高空吊桥，还有盖那个、欸、跨河大桥、欸、哦，我忘记讲了，他手张开了，他手张开了，哦哦，奇怪了，奇怪了，我要打，应该有新的东西可以做吧？我要摸，看一下看一下，我要摸，哦，有衣服有衣服，有人在洗面乳啦，怎么发上面呢、啊？有人在洗面乳啊，你看。哦，为什么没衣服啊？有那等一下，你要血吧？要那个升级的时候要升级。哦，对耶，就是熊猫团那套装吗？丝绸、欸，还是要走阿团这种轻型衬垫？哎、欸，没有啊，哦、我们丝绸都在那个，丝绸都在那个啊，知识宗教升级。对。宗教升级，我们现在哎、欸，这个是宗教里的、啊、一个愉哎、欸、什么愉悦宫殿，有啊，我有解锁啊。它是黄色，它是什么颜色？绿色的吗？绿色的啊。嘿，哎、欸，那我去拿。哦，对啊，你分类有全部吗？有啊。我去偷看一下你的花。好啊、我去偷拿轻型撑垫回来。啊，但我不知道你剩下我家的镜台看起来很屌哎、欸。我看到了、欸。对啊。其实不用到圣殿哎、欸，因为我偷学你们的宗教，我看一下啊。啊。我点到之穷就有了、欸。德科朵的娱乐。但 Tap 的那个技能是也是都学了。这里吗？还是宗教全学？哎、欸，宗教对啊，这个有了啊，对啊。哎、欸，啊，为什么你没有？为什么玩的游戏那么特别？对啊，为什么你的游戏那么特别？啊、这个啦，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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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啊，你下一阶没有点呢、啊？哎呀，哎呀，哎呀。
啊，我要去升级我，还是你们想要看？就我的可以升级到最高了。哇，这丝绸。等小雨做完吧，做完衣服。好，你等小雨。哦，难怪要昆虫。王座，这王座放这个位置好像很屌哎，但怎么是一个女人呢？它是一个棺材吧？棺材吧。哇，啊，小雨，来撑一下。哎。我们有多做东西吗？好像没有哎、欸。做什么东西？你要学，你要学下一集。看，你按 tap 哦，知识，然后要上面的分类哦，要宗教。宗教，我们是德科朵什么鬼的？德科朵，德科斯特实验室。嗯。哦，他可以做大剑。大剑？为什么？哎、欸，还有。第一个长跑哎、欸，你怎么已经看到后面东西去了？最终大剑，看到后面去了啦。我想说，为什么你已经有大剑可以做了？大剑，我要拿我的未了之愿做东东，做吧。你做衣服、啊，我把那个需要的丝绸跟那个哎、欸，你做了五个面具，等一下，你做五个面具。这面具的多宝哎。哎、欸，灵活武器我可以做。灵活武器，因为我去救弓箭跟小刀。啊、哦？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看到？就是他做出来才看得到。刚刚团的那个面具上面，他有写灵活武器加成。哦，你要说你要 做一个了吗？做出来、哦、先做一个之后才看得到，是不是？对。他旁边有尸体吗？我去看一下。没有哎、欸。让他按资讯。对，哪里有资讯？只是好被拿走了，被拿走了，被拿走了。哦，那我放回去吗？哦，哎呦，你有看到侧面吗？很色哎、欸！我快笑死，真不愧是都会去榨干别人的宗教。可以借我吗？可以借我吗？好，看到女生长怎样？哎、欸，我丢地上了。好。这穿很夸张哎，真的超扯哎、欸！啊？没有，现在剪刀先全部脱掉再穿吧。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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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问题吗？啊！我要去榨干了哦！哇哦！太猛了吧！哎呦，这没有问题哈、哦。他没有肉应该还好吧？没有点啊，没关系吧？没关系吧？不难飞弹，飞弹！Oh my god！ 不要 ！Oh my god！ 好了，大家都能做一个，这是我们以后的宗教的衣服了。哎、啊，未了之音。那个要去踩啊！小雨头还在，那要去踩了。帮我丢后面哦。好，这里我榨干人了。小雨，他是只有四。好嗨哦！哎，我需要未了之影。来了！哇！我咬他。Curse you!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like this. 回家。
哇，好凉！好棒哦！哎，你怎么有金啊？这已经最高级了，这已经最高级了。好漂亮哦！因为我摸他的手会发财的这种玩物，你都金鸡了，应该摸鸡鸡吧？对吧？不是国外有铜像，他的鸡鸡是发光的吗？都被人家摸，然后就摸到发光。你的衣服油亮油亮。我们衣服好猛哦！你这什么衣服啊？这是我们教会的，这是我们教会的衣服。愉悦教这边这边他们的这边。你可以上去蹭一下，前面在发光。你可以去爬，胸前在发光啊，胸前在发光。洗面乳。哎、欸，很好看呢，好猛哦、喔。然后他们教会就可以做那套服装、哦。了解。哦，所以你们教会都，你们都已经升到最高阶。这是第二阶，只有我最高而已啊，只有我最高而已。哦，啊，你们都升上去了。刚刚升的，因为能升上去的话，就可以做什么其他服装或者。哇，奶在晃哎，好恐怖哦。欸、因为那时候有说开的话会漏点，开什么漏什么点？没有啦，他们说那个如果这套衣服你有开那个部分铺路的话，有可能会漏点。哦，我说记得当时我们当初有把它关起来，对、啊，有关啊。欸、这好恐怖哦、喔，从后面跑会看到前面的奶，对啊，会甩。哇，好棒哦、喔！你要去干嘛？你要去找狗还是什么？哎呀，这个是关掉的。OK， 没有，我刚刚来那边，他这边有人。哦，来炸开它。我已经挖完了。对，没错，我炸了四个、哦，我可以回去弄一整套了。我有放一些回去了。哎呀喂！哎，大妮妮，好棒哦！嗯，其实真的胸部太大，不会很好啦。但是有个统计是说，男生心情，怎么讲？我记得他说是看到说，男生，女生要怎么哄男生，就是把他抱在怀里。哎，这个我是信的啦。这边有狗狗，蛮差狗。抓小狼犬啊，回个体力。好色，很棒哎！哇，好色！我讲啦，有就好，还挑，自己又没多大多长，对不对？还挑什么另一半的大小？搞不好你很小啊，对不对？然后被拿去一直跟其他人比较啊，对不对？比不完。对，知足才可以长乐。等一下哦，有跑歪吗？
算了，打打打！啊，胸部从后面往前看，会看到跑出来、欸。通常这种跑起来，我都想说他们胸部会不会很痛，都在被扯。好，然后也讲过了，就是这种联动没有打到招呼的，很抱歉，因为可能要跟你们打招呼的时候会跟别人抢到麦。啊，先讲个抱歉了。快到了，快到了。前面有小狗群，小狗狗。来吧，面对疾风吧。疾风还靠哭。啊、跑太远了吧、欸、每次都只能抓到一只、欸、好气哦、啊、哇！喂，小狗在那边，别叫别叫，我来抓狗的。怎么了？啊，你怎么加到防御去了？是吗？我不知道哎、欸，有点等。哎、欸，鸵鸟到底有没有小子的、啊？因为每次狗都往那边跑，看看哦、欸，有人有人有人，榨干他，就是我们的人。不是不是不是，榨干榨干榨干。
怕痛？什么怕痛？我要问什么问题？哎、欸！哇，干他！啊！不要走啊！哦，狗防御哦，哦。好笑吗？好笑吗，利恩？好笑吗，王龙利恩？什么声音啊？哦。高尔安安，你觉得还行？我也觉得还行。你不是昨天在打麻将吗？有人打我啊？嗯、啊？我记得你有在打麻将，还是前天？哎，最近都在霍格华兹，还没完哦。那是礼拜六哦，求了。耐力不足，耐力不足，放过我！用毒，用毒，用毒！啊！饿了，饿了。看看哦。感谢小七的35个月，感谢弯弯的10个月，谢谢。
啊，我们家是往这走的吗？自然安。几顿了、啊？十顿。追随者天生便有铁打的身体。完蛋，他走歪了，长歪了，长歪了。打架，打架。也好啦，比较不容易死。伤害，伤害，我们来啊。啊！跳到他，变肉盾啊！对，他是加血量，应该是吧？加血量，点什么不知道，再去看看狗狗生了没？狗狗生了没？欸，在哪？这里。嗯，小雨欸。什么声没声没声还没声，这尸体啊，救我，狗狗救我！我快报告。奶奶奶，我咬他，啊你真的有帮我做到事吗？我后面把你换掉，后面养大象跟你说。月灵安安，好了，等下不安咯，等下要回村庄了，安不了了。
前面的伙伴。Hello。哦，我看到你说。出了盾是不是？对。刚去帮阿汪拿了几抽。我也去拿了三抽呀。对啊，他没有大狗狗，然后抽一下。哎、欸，他有啊。哦、他长歪了。有吗？他有一只啊。是吗？啊，可是他后来抽到的吗？嗯，啊，他家不是有一只吗？还是那是普通的？啊、他的是小只的、啊，他的不是大只。抽卡，抽卡。哇，那个桥这样放着就不会迷路了。每次脚就是跑到家附近，就忘记到底在哪里。歪了，歪了，通通歪了。不是一般的。还有一只，还有一只，最后一抽了。最后一抽。单抽，一单一单的抽，我Q了，哪里？哇，这边太多了。啊，这是家，嗯，看不能是不是？一二，嗯，哎，啊，所以这个不是咯，误会了吗？误会了，拿来的，来看它不是一样吗？哦，按这个啦，哎呀！肉肉，哎，现在可以了吧？武器展示场，小雨在，小雨在那个他家。小雨不在他家吗？哦，没有啦，我说我在挂武器的时候，这是小雨给我的剑。哦哦哦哦哦。把你墙下这个。前进突刺，刺！哎、欸，阿旺！哎，我家也被你拆了！哈、哦、真的假的？没事没事，一面墙而已。谁？阿旺拆我家。哦。要不要雕像啊？杰克的雕像。什么意思？杰克刚才我家我盖了一个雕像，这个。然后我刚刚这边什么，我刚刚那个买的 DLC， 做出一个这个好像有点微的东西。哎、欸，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在哪？有点微，但我盖不出来，它太大了。那我好、啊、这里还好吧？哎、欸，还好啊，还好吧？没有点啊？什么危险？没有点还好吧？有点微的东西。不触手啊？不是，就没有点点。啊，没事没事。啊，对啊，你看一下，危险是繁星的，看来还是衣服。哦哦，你是买那个西大的那个？对，阿尔哥的。啊，他的雕像蛮好看的。啊，这水大。这水可以喝吗？不行吗？他不行，不行。
欸，为什么？哇，你有烽火台欸，是谁的烽火台？那是杰克的，因为他的祭坛有那个大祭司，对，他升到，是大祭司还是他升到最高阶的关系？我其实不知道是哪個。大祭司才升到最高阶啊。哦。印象中真的是大祭司，超帅。你家有一种妙的感觉，为什么？有人说我是镇妖塔，现在变庙；后来有人说是故宫博物院，很像，因为那个他的那个楼上的那个扶手，你知道很像莲花，他好像慈济的建筑。哈哈哈哈哈！感受新皮，慈济弄的，慈济弄的又是很喜欢用这种灰白灰白的。原来是那边感的那个安。没啊，你就是错了。然后上面再放一堆罐子，就会看起来很有趣。我去盖那个炉灶。摇变成的啊！拿！啊！我是想先做个箱子，个箱子。小雨，请问有看到小雨吗？在他家，在他家。沙尘暴！哇，戴面具石头！哎呀，面具，没拿哦，还没拿，在沙尘暴中活下来了，哇！我可以进去吗？拍谁？来啊，进来！啊，沙尘暴来啦！我觉得好像会受伤哎、欸。欸，你这假的庇护所、喔？假的庇护所啊！你好像要盖个窗户哎，好可怕、欸！我家太门户。哎，你的电梯会夹人呢、欸。我家好热、欸。我家好危险哎！我家真的好危险哎、欸！我觉得你要把窗户盖了，不然那个本来是盖窗户的、啊，可是这样风景比较好啊。哦不，还是你要再拖出去一个阳台，太通风了。没有，我觉得会受伤呢，没有办法。好笑死，好可怕，真是笑死。我有庇护所就不是，没有，并没有，要自己戴帽子。还在看心。等一下，我的狗，等我一下哦。还是你的狗，好，谢谢
我乱跑啊！我现在完全没有挡，我以为就是靠里面一点，可能就没事了。看起来。做吃的，做吃的。食物，食物。还是我把这椅子打开了。买起来算了。不知道为什么。东西，这个就有点尴尬了。是东西，说啥呢？哎，狗，喂。这样一定要这样，气死了！很刚。灵活武器，灵活武器没有，装个水。会聊四月。除了最后十个碗看起来有点奇怪以外，没问题吧？在吊桥上吗？来实验一下。对，我在想西部。隔壁家的楼梯不就被挡住？
你还说不是盖故宫？这没事啦，我还有旁边的门。这好像有点像故宫了，靠北。我是感觉盖故宫好了啦，我找图片来盖故宫了啦。真的假的？那故宫楼梯是黑的，但是两边楼梯中间是空的。啊、真的蛮像的，两边的都再加起来都是。不是故宫，就是冰城。未了之音。It wasn't supposed to be like this. 经验值。未了之音。啊，在我面前瞎逼逼啊！哎呀，哎 ，Curse you！叫你瞎逼逼！哇，乌龟真的好多、哦！哎、欸，斩首！下！啊！未了之音。They're coming. 好喂，好喂。哎呦。乌龟太多了吧？那好像感觉练乌龟真的是比较好洗的、欸。为了怨之音。没啊，尸体嘞！哦，哦，这里，这里。
是因为穿越草防御力高的概念吗？嗯，没有诶，防御力没很高诶。那些穿越少的，那些布料的防御力其实很高。哦，这种不一样，我这种是防御力很低啊，穿很。你看，穿这样子诶，打在哪边？用胸部夺白刃吗？肯定是。 不可能的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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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叫的小姐到了！哎呀！ 啊，记得帮我们的社团点赞，谢谢。<笑>我们的娱乐场所 ，AKA， 哎呦喂啊！ 我开车，没有啊！啊，按错，白痴！我高速移动，嗯，电光一闪啊！高速移动干嘛？哎、欸，干嘛？你丢高哦！你丢高哦！ 月色慢慢揭开，星光点点，我听着，不同的音乐。嘟嘟嘟嘟嘟嘟嘟，哇！哇！死人族支架！哇哇哇哇哇！ 不好意思，在哪？在这。哎，不是啊，开过的。
兔兔，继续跑。大白兔，哎，不能抓，真的是好可惜哦。 收集这个干嘛？增加我们集会所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换成集会所的那个道具。 很热。啊！我习惯看左下角小地图，可恶。 几等？啦啦啦啦，等快升级了。要求的。反正后面会改啦，因为狗狗这个一定是暂时的，后面不是还有什么黑豹、老虎跟狮子？哎，可惜这个鹿真的不能来战斗，不然只想养可爱的。姐姐眼睛闭闭哦，有猪哦。 哎呦，两把飞刀、欸，哎，什么？哎、欸，这不就杰克的那个吗？ 哪个？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不是，这叫做晕船，爱晕姐姐的声音。
今天他在玩任何游戏，要看到右下角，你看，我就很想要那个啊，不，用那个盾来反击他，反击蜘蛛哦，好用。欸，然后我后来都是把人家拉过来冰起来，然后用那个石化，不是你只要他冰冻的时候，你只要靠近他，就可以按正方形用石化，所以可以直接这样子，就不用潜行啦，拉过来直接爱冰柱直接爱死掉，爱好棒。然后我的扫帚，我的那个戳泡泡任务全部完成了，哎，可喜可贺，弄好久。那等一下有开的话，给你们看一下现在长怎样。然后主线一直都没有打，快乐打直线。欸，干蜘蛛咬他。还没有到，万倍侧翼，天啊！不太深，欸，盾那个反击真的很好用啊，但是被人家说点那个护心魄没什么用。哇！哦不！哎，欸，这是小孩子脚吧？但我的步是因为我的微疗之音没有播到啊，好亏哦，亏烂。我点满好用，是别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不然我也点满啊，我盾牌的技能都点了啊。我就是因人而异啊，很没有技术，而且，啊啦，啊啊啊啊啊！总包仔饭，天哪！啊，我们去捡狗。捡狗狗，我弟弟。反而反击超帅的，对啊，不是。等一下，我在这里。好，继续爬。
哎、欸，按一下狗狗。我的狗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歪了！你大歪特歪、欸！哎，天啊！ 我叫他狗狗喽，我叫他狗狗喽。干嘛？我要打你，走开啦！不要骑我。我改名字，我现在改一下，干嘛？不是，包包清单。 狗肉。哎呦哎呦哎呦！不喜欢多逼啊啊！我喜欢逼别人啊。不要消失，不要消失。 东西有东西，我还是这种。 来来来，一次，哇，厉害！这好像我盖的，哎，看一下，也快到了，是谁？阿发。 跑掉了！哎，我们尾随他，我颓废了。 还是残废，对不起，颓废，我颓废了，屁啦，那只狗都会跑，不可能。
我有一只，我想再多打点未了之影。我狗你在吗？我狗嘞，我狗狗喽嘞，狗狗喽，移动。什么啊？大鸡挥发性腺体，哎呦！要叫，叫那么难听就不要叫了，好吗？下次叫好听一点。丁心布丁安安，太扯了吧！加生命力，哎，嗷嗷嗷嗷嗷嗷嗷！白痴，这是谁看到我？花生，
火锅，小火锅，小火锅啊！两只拿，两只啊，拿到两只，开心。移动不够。啊，好慢哦，耐力。耐力跑起来，劝你是善良。哎呦！吓我一跳！干死我！吓到了吧？没有去帮你抓狗啊？你现在是还没有吗？啊？你不是还没有狗吗？狗是……哎、欸，你看我的狗啦！你看我的狗啦！狗干嘛？登机？狗狗肉？不是，你看它，你看它能力、欸……等一下，等一下，你两千多血是发生什么事？它全部跑到体力了啊！哇塞，那你这只很屌哎、欸！哇，那我叫狗狗肉。他就很肉啊我狗肉欸好屌、啊、很扯欸我在哎、欸、你在干嘛我在调那个命令的选单啊欸因为他是按住一我觉得有点困你知道吗哦哦指定选单哦指定选单完了我动到什么哦好我先回去帮你开箱啊是团团要的啦，不是我要的。哦、是团团哦，我想说小雨说你要的。因为他，我没有团团的那个传奇就狗死掉了。好吧，好，我先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免费的水一直喝啊！肉，哦，好像有一只，哎、欸，真的哎，哎、欸、团，哎、欸、是团吗？不是。好，那、啊、你去抓什么？团团，你要不要狗？啊，好小。你有狗狗了。嗯，四抽抽到两只。我看狗狗肉。不是这只啦。这里吗？不，箱子里，箱子。狗肉，狗狗肉，两只大猎狗，看你要哪一只。哦，抽卡时间，我抽完啦、啊，就是这两只啊。
没有没有，因为两只的数值会有差。哦啊，你记得用 skin 哦。好诶、欸，谢华谢佛西，那个饲料怎么做啊？我要看一下。现在不是有鞋马台饲料？对对对对对。诶、欸，不是在这里做吗？不是在身上做？要去那个？我是在炼金台。不是不是，灶台还是什么的锅子？哦，对对对对对，大锅，想起来了，大锅。哦、有一只粉的，有嘞，出一只粉的了。啊，放抱枕。哎、欸，我带了一堆未了银回来啦。好哎、欸。啊，可是这个好小一个，很大张一点地毯。咦，对啊，这个啊，我想说，如果然后另外一只狗就给我，因为我的狗跑到体力去了，超扯。还、啊、你没开麦？什么？你说你这只狗？对啊，你看它数值，看一下。你怎么都是加的可啊？所以它就改叫狗狗了啊。你真的是叫狗狗了，而且呢，你那个活力爬出最高。你知道我刚刚超行桶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那一滴，我的那个 1.0 的狗狗啊，它的那个数值啊，力量是 92% 会加到力量上。哇，对啊，这基本上它升级一定是加力量这样，我觉得。然后它的那个第二多的是那个，第二多的是那个叫啥？第二多的是那个毅力，所以它防御也高哦。然后它刚好。十等的天特性是加活力，所以血又多。哎、欸，你那个是、啊、是水桶腰了、欸，水桶。对啊，可是他就死啦，超白痴、欸，直接卡住。那、啊、你做出来了吗？没有，我要做这哦，他在这边做啊。哦，血放这边哦。西周，好。西周是要哪里做啊？这里哦。嗯？哎、欸，他只有一般西周怎么做啊？我不知道哎、欸，我是请小雨帮我弄的。因为他要吸粥，然后另外两个材料是都有了。嗯，不要。吸粥是种子加纤维，可是是在哪做啊？在炉子做吗？什么大锅的火盆大锅啊？啊、所以我们不能用高阶一点的，我们要用低阶一点的做。哎、欸，对，我的天哪、啊！那我先偷一下，这里有没有低阶火锅大盆？好像没有。哎、欸，是都升上去了吗？啊、哦，这都升上去了、啊，我又升上去了！啊、天哪、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要做一个初阶的，笑死！哪里啊？火锅大盆？你这都会笑死。哎、欸，哦，找到了，他要铁是不是啊？啊，铁条啊，这边应该会有铁吧？哇，这边怎么全部都是维修物件啊？这边都是钢了。天花板那也是花呢，因为其他花纹。哎、欸，没有哎、欸，可以吗？不是、欸，不是这个、喔，这个、啊。他们说做引火就好嘞、欸，这个也是一样没有啊，所以其实是引火。好，那在外面这里。好，我在外面，我去外面做。Go。啊！那只狗好吵，总是往外面推的，我被推进来。啊！怎么会有一堆人啊？吓死人！为什么有人会跑到我们家这边、啊？闯进来打人啊！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是
对啊，这里这里这里。我要进来了哦！哎，他怎么一直追我们家志杰啊？志杰，好打哦！ God take you！ 哦，有了。太多人了吧？哎呀！哇哇，志杰被打了，志杰，志杰姐，你要还手啊！那应该不是大清洗吧？应该不是吧？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了一小坨，但是应该不是吧？因为我看那个祭条还在、啊。好心人，请留一些铁给我，我带了很多铁回来。啊，对了，我可以问一下谁是游格的那个吗？宗教？游格？不，大家都是吗？对。好像没有，应该是有一个有一些人是游格宗教，对不对？游格是每个宗。你要不要问？哦，不是，这边不是杰克就哈基啊，你去上面问问看。应该是哈基吧，我等一下去问。好啊，好啊。你不觉得那牙齿看起来超像猫耳的？对啊，等一下饲料不见嘞、欸。在、欸、里面啊，鞋码台饲料啊，怎么没有看到、啊？中间中间，下面发绿光的。我刚滚不下，刚滚人滚不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超奇怪。我走走，我们开箱，我们开箱，开箱。可是我要先喂。我希望能够开到跟当初我抽到的 SSR 的那个数值一样这么好。这是第一只，哈，还好，欸、还好，啊，血牛，对，它是血牛，第二只，哦，真的是大猎狗会比较数值会好很多，刚开始就有点数，好赞哦，真的假的？对啊，哦，这个还行、哦，哎、欸，这不错哎、欸，八八哎。88%还 OK， 这还 OK。那、啊、你这只要带出去哦。对啊，我这只带着了啊，那只、嗯、那只这只要这只要改名字叫拉出去。邓林。邓林，放在啊，放在那个庭院好了。太可怜了，等一下我的狗狗，狗狗等一下狗狗了，快，狗狗了，你过来。有一整套了吗？看一下。什么了？哦，有了一套。我一整套。没有，我在策划我的树屋，等一下带你们去看。哦。哦哦哦！啊！I never wanted to be here.我爆了、欸！为了愿出影，我怎么没看到热情表现？那是什么？燃烧祭品。热情表现就是升级用的。对啊，啊，我只能做燃烧祭品。那就是它好像是75个可以再升到最高阶吧？对对对对对啊！哦。记忆。肉
烂的。路边的。哦，路边的。哎、欸，橘色染料哎、欸，好哎、欸。回来捡到好东西。好，等一下。哇！我有，我有。我抽到两只，我有两只那个两抽。我刚刚帮团团抽到一只了。哇、哦，我好猛哦！它是好东，它是好狗狗。它是好东西，你刚刚是要这样讲。超级好狗狗。看一下，艾琳。哇！没抽到，还有一只鳄鱼啊。鳄鱼有特别的吗？是不是没有？有吧。好，没料。哇，没料。哦，对，站在这边就看得到了。好，在那边来回。哇，没，我觉得狗变难抽了哎。不过我刚试抽两个哎。哦，你好屌哦！你去看团团那一只。团，你的狗。狗狗在那个门口，门口那边有个红色的，就那只。3.0，左边3.0了。因为我中间还有死一只。2.0死了。对啊。可悲。你看这只，这只数值其实真的不错。这只不错啊，88力量。而且还没有去刷，说不定那个十等的天赋上去，它就可以加90几%力量了。哎，我的狗狗喽，哎。你的 Kokoro 是血量，哎、欸，不是2000多血，很屌哎、欸！哎、欸，啊啊，怎么让他攻击？他刚其实都不太打。行为交战那边吧，看你是要攻击所有人，还是那个守卫，或是护卫你？你是交战吗？我哦，好像哦哦懂了懂了。好，我带你带，我带他去关一下。不过他打我。会晕啊哎、欸、骗子哎呀攻击目标无法被攻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倒是反击呀、啊！你反击呀、啊！他都杀到你，他都骑到你头上了，狗！这狗，这狗有问题！哎、欸，阿旺，可以来你家这边一下吗？好啊，等我一下，我放个东西。哦，我是活力加3诶、欸。
欸，白痴哦、喔，不要！哎、欸，我家的狗真的不打人呢、欸。啊，你是不是行为设定那边弄到那个？那个行为策略要调成近战优先。哦，你知道刚那个时候应该是因为我们去抓奴隶的时候要集运，所以你把它弄成不攻击。有没有那时候没有抓奴隶啊？哦，对，哦，他刚刚被打到破头了。好，谢谢。善良，他头都爆了，他头都爆了。想说带他出去，其实他都没有打人呢、欸。不咬人。你可以，你用，你看他不是。我要先攻击他吗？你是用主动的吗？还是攻击所有人啊？行为嘛。还是今天宠物有 bug。策略。那你用命令呢？什么命令？这样就是你按住一、e, ，就是按对他按一下一、e、攻击，目标无法被攻击，为什么？哎、欸，是不是猎狗现在有新的 bug 啊？因为刚刚带出去，刚带出去都不咬哎、欸。那我觉得是 bug、欸。哇，原来会攻击哦、喔，原来真的是会攻击的哦、喔欸。可是刚刚，我回家。可是刚团团外面那把发发家外面的狗会咬了呢、欸。那个是因为他是用手背模式吧？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带出来觉得会有问题？因为交战，有什么意思？基本都是用。守卫区，我来试一下。好、啊。哎、欸，有啊？为什么？哎、欸？哎、欸？目标五百啊，这只嘞，你可以打这只吗？哎、欸，等一下，他该不会不能打？等一下哦。在打哪里？还是他只能欺负弱小？哎、欸，有！啊，为什么不行？哦、那我试一下你的。好，在这里。哦、我要先按那个吗？没有，我直接按就可以了。哦。我设定看看，行为近战交战，我自己是调护卫区。哦、所以不能按攻击所有敌人。可是照理来说，应该攻击所有敌人，他应该也要无差别啊。对啊。新的 bug 吗？哦不，肉盾就这样待遇吗？好，等一下。哎、欸，什么？为什么你可以？等一下，他是不是卡住了？对的。他卡住了。哎、欸，为什么？哎、欸，为什么？你是用防御吗？没有，我刚刚调成攻击所有了。哎、欸，那你现在按他追随呢？好啊，然后你再去打旁边那只乌龟。大哥，不能被攻击，不能被攻击，对。行为策略，哇，近战优先。哎、欸，有了。哎、欸、啊，有可能是调到不攻击。哦，我再去试一试。
这是在睡觉，无法被攻击，为什么、啊？要还是他判定没有瞄到那个目？哎、啊欸，好了好了好了，哦，好，怪怪的，怪怪的、欸，啊，至少他会打，嗯，对啊，对啊，要不再是个沙包了，不然他很弱。哎、欸，十点了，要十点了，撤、啊、了，撤了，撤了，对，撤了，撤了，撤了。你不觉得阿发家看起来很像居酒屋吗？很像啊。对吗？哎呦，他盖的好好看哦。真的。哎。请问里面低消多少？你干嘛打我？我是狗狗的恩人哎、欸。没有，这打招呼方式。哦。打招呼太大太快。过喽。集合了。集合了。你手上东西要先放下来了吗？对，我刚才发现他好像要拿掉。然后是阿叔的这个，啊、我刚才去采铁的时候、啊，不小心碰到了。对，在 F 五。哦，对，他说有一个动作。对，这个我有学到。还有一个是，哎、啊，拍谁拍谁？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有，我还遇到一个游格的怎么祭司？盾盾牌。祭司，我们那时候遇的。哦，都这个。祭司就是那个主，就是那个这个跟神殿啊，被抓回来的，被抓回来的。对对对对对，有啊，已经有带回来过了、啊。有了。哦，然后那个啦，突然想到了，上一次不知道哎、欸，不知道那一次是啥时，反正就很久，我记得有一次有跟繁星吧，路过一个大坑洞，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哦，没有讲。就是有个大坑洞，然后底下有一个古，有一个类似古老的龙这样子，很大，对，然后我们下去。古老的龙，对，之后等大家都在的时候可以一起过去。哦，这边感觉看起来像是一个副本啊，看起来很像。对啊、哦。OK。那我们要路上，到时候去的时候路上先拖个人吗？拖人。不是到时候要献祭，路上拖一下。我觉得可能要先拖个几个人呢、欸，真的是，搞不好会要献祭。拖一下。对耶，嗯。哇。好呀。那今天下一个是轮回的吧？阿旺。你好。哎、欸，是我。哦，轮一轮了。哎、欸，一轮了。被交替面具。哇，真的是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这个又回去了。第二 round， 好了，那我们就休息啦，十点喽，大家回家休息喽，休息啦，拜拜，拜拜，芳芳，你要不要看妹妹？哪里？哪里有妹妹？走去我家看妹妹，我家，不要看，可是我弄差不多了，来，大家去我家，你的电梯有承载限重吗？应该没有急的，进来就可以，进来就可以。啊，都上去了！你电梯刚会夹人呢、欸。睡觉。算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音乐好像被夹哦。音乐被夹下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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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哇，你哎，你看。好了耶。对啊，看这边看妹妹哦。是你这个发台。对对对，我们还有，我们这边还有那个乐捐，有没有乐捐雕像？乐捐雕像，乐捐哦，大家水洗哦。哎、欸，我来，来个妹妹，来、oh. 来看妹妹，这里，很香哎、欸，你看，我们这妹妹在跳舞。我们旁边有乐捐雕像，杰克提供的乐捐雕像。那我想要抱着。那请问 host 可以直接这边睡吗？
可以，肯定没问题，好不好？这个床就是看大家怎么运用，好不好？然后怎么用是不是？哇，已经从我家变酒店了，好不好？啊啊，要留下未了之影哦。多东西。对啊，留下未了之影。啊不，我目前是不是从旁边直接丢下去啊？对。哎、欸，没错没错，就是从旁边直接给他丢下去。哎、欸。啊，人家很赞，好不好？变打靶的对象。很赞吧？我一整我两个小时都在弄这个，超爽的，我这两天都没出门，超赞的。我睡在地板的，对，在大地毯，累了就睡，累了就睡。乐捐真的超靠北，乐捐乐捐。Hello， 打给下线路。那一个。哇，他还会放火哎、欸！好了好了，我们先上一下光遇阿茄，阿茄要例行公事一下。哎，不过胸部那么大，真的是很想要哎、欸，罗啦，不是我要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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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哎呦 ，Switch 截取动到了啦，白痴哦！第一个是这个啊，完了，哇，阿茄，我看算了，哎，要重弄了，完了完了，哇，这个我记得好像啊，那时候是安妮问我说你的线用什么啦，然后阿雪不在上学吗？靠，他不是跟我讲说的，好，那算了，那算了，我晚点再用好了。啊，安妮，这个啊，好吧。一定要重插重拔的、欸、算了啦，还是先关台好啊，好啦，先这样吧。来了，来哪边？这是什么画面？没有，因为安妮那天在问我说的那个线是怎样，然后现在线变这样子，就是 Switch 接不到画面了啦。你帮他说了，哎，完蛋了啊！这怎么办？这个就真的没救，对不对？有忘记 Switch 对啊，这个啊 ，Life Game 什么鬼东西的啊？喂，这个吗？等一下、喔，等一下、喔，我是不是弄好了？不弄好的话，请夸我，请叫安妮来夸我。天哪，安妮，快刮我！我的天哪，我竟然会用电脑了！我觉得等一下这个一定在说梦，因为我从来不可能会自己弄这种东西，之前都是求救人家帮我弄，我弄半天。对啊，你怎么可能会自己弄好，对不对？啊，干什么声音那么大？你好棒哦，你是怎样？银山现在是皮痒了，是不是？检查一下，安妮，你看光遇现在情人节，小燕安安，好了好了。
哎、欸，我的类比怎么推不动这个啊？那类比是不给推这个了吗？诶、欸？哎、欸，我类比推不了哎、欸。哦。我是不是太久没玩了？你很诚心欸，我不确定欸。明天情人节各个游戏都有相关活动，来那个宝可梦打一家属啊。我差点，哎，对耶，这游戏的按键跟霍格华兹不一样欸。继续写啊。你怎么不去办公室再送啊？其实我今天上线只有跑图啦，我们去看看 NPC 那些在哪里。你猜这个阿奇在干嘛？哦，保鲜膜。哎，对，今天也是那个，对不对？先祖的那个。这一季先组的那个啥，嗯，新的任务开始对不对？第四，哎，第几个？第四个任务吗？四。完了，我想按 B 按确定哎。等一下男人放我下来。男人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哎、欸、谢谢。退出。白痴，等一下霍格华斯按键那些啊，等一下确定怎么按？不会玩了，不会玩了，白痴哦！要回去预定才可以送哎、欸，哎、欸，我没有东西耶、欸，那我们回去吧。哎、欸、呀、啊，请问，花的去哪边？等一下，现在是爱之日，不是花之日哈。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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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爱之日嘛，不是花之日。没有，我以为是那个啦。我想说，那个花的披风在哪边？哎、欸，谢谢番茄。
好了，没了吧？我换啦、啊。谁、欸？看，换到了。花枝要下个月。好的，好了，我们换后个花枝吧。啊，谢谢番茄。先关喽。先关喽。好了，我们小小玩一下霍格华兹，我来炫耀我的啊，要开一下哦，有点久。嗯，晚上十一点啊，待会十一点转去姐姐那边看《狂野之心》，有没有很期待呀、啊？啊，听姐姐尖叫哦！其实也真的很辛苦她啦，就是本来是想要跟我还有番茄一起玩，可是因为身边太多她那些《魔物攻略》的那个主直播主。都要玩，逼得他有一点就是，感觉不抢先玩不行，因为要素材嘛，要什么的。毕竟姐姐也是要靠影片赚钱。哎，被霍格华兹影响好了，话说靠呀，话说。没错，影响太深了，没办法，谁叫那个 PS 的X是确定，差点把番茄改名字了。我们等一下解个主线啊，解一两个主线再来看吧。情人节，你们想好跟姐姐告白什么了吗？然后，我因为想要测试，就是那个。里面的动物会不会长大？小动物会不会长大？我在那个繁殖所里面挂了一整晚，哎，结果不会长大、欸，哎，我到大众这边了，哎，我们现在解主线吧。我操 ，what？ 太远了吧！你上次。解不了那个支线，我找到路了，还是你自己找到？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因为我发现地图上有个盾牌标示，那是什么东西？我就闯进去，就发现说就是它。
啊，对对对，我要展现一下我这漂漂亮亮的扫帚啊，给你们看。我等级也太快了吧？哎，拜托，等一下，我是个主线都没在解的人哎。公粉安安，然后姐姐说：“哇，原来过场会有这个图可以看哦。”她说她 PS 5都没有看过。我说我很好啊，你看我每次都有那种欣赏那个漂漂亮亮的图可以看。我说：“哎，这 loading 很久。”看哦，你看那个扫把。个扫把，再跑一下，看有点卡。然后我刚刚不是有说吗？可以把人拉过来，然后直接冰，然后直接石化。看一下哦。人嘞？哎，拉过来，冰，然后石化。啊，有人，白痴。我跟你讲，我现在玩很卡。我现在也很卡了，哈哈。好了。咬他们，咬他们，咬他们！啊！等一下，我在干嘛？等一下，我好卡哦！等一下按不了啊！卡卡卡卡卡！画面也卡卡的，对，所以其实要等一下了，我太快跑来打了，哎，白痴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被我先干掉。你是很开心吗？好了，死了。卡。飞。太好了吧。个头啊！哎，不要闹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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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架了，不要闹了！这什么东西？球打人，来打球，球当你当球。I received your owl. Thank you. I'm glad you came.How are they still one step ahead of us? I don't know. I did see another memory. She was unnerved by Isadora's use of ancient... These keepers are playing games with you. It doesn't work like that. They're showing me the memories in a particular... Oh, either they don't trust you... 或许我应该自己做这件事情。哎。I do care about Anne, but I'm tired of explaining myself... 好，猜了，猜了，猜了。That's not what I meant. We're just not getting on. I know. Now. 不不安。Let's go. 安妮。Q
要不要陪我一下下？哎，是说你们蛇院的剧情有去过阿兹嘎班里面吗？我不知道哎、欸，我是还没有到啦。你怎么问我？我祖先还没到哎、欸，我祖先很拖哎、欸，我现在才到这边哎、欸。陪我去干嘛？那是赫夫帕夫先生样子。哎呦，哎呦，你是要跟我炫耀？话说，你看我的任务才到这里而已耶。然后这个是我的挑战，你看一下，好不好？这些拖进度的，就是因为祖先都没在解啦。哎。哎、欸，这个，难怪啊，这个我也创局我做解完了啦。这猴子有够丑的，不敢带了。所以你现在在打主线哦、喔？要不要跟我通话？要不要跟我通话？哎，哎，会卡了哎、欸，为什么啊？为什么没关？一定没关。Thestrals overhead. Some consider them a bad omen. Not everyone does. I know that. All right. I'm making small talk. 你是十一点整就开了吗？本来应该说你十一点就开了吗？游戏分量改一下吗？没有吧，已经一个小时。我想说就随便玩。就随便玩，等下丢过去姐姐那。I bet the Thestral nest is close by. Kill any who trespass. Let's go. Wait, we should have some sort of plan. I'm through planning. 我在卡什么啊？天哪、啊，会影响我发挥，影响我挥发、欸。See myself doing this sort of thing forever, though. Fancy my own operation. A prisoner and dying, are we? Quiet as a grapple, you are. Bring me a dozen humans to battle. I'll take. 好，十分钟开。下载游戏的位置，那还没有开始吧？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哎呀，你们看太多了啦。I was thinking about dead goblins. You could have got us killed. But I didn't. 哎，怎么开始变那么自大了？ We're heading further up the path. Let's keep going.
whether it's a sword or a repository, whatever that is. Did you hear that goblin? Ridiculous notions of ownership.去，哎，我的，我觉得小日本跑步屁股好好看，屁股好好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啊，分析。嗯。我也发现了，他骑扫把的时候更好看。攻杀小啊！我什么显形北七？哎，哎，按，哇，我按错了啦！Wait, for what? Why are you suddenly so? Listen to me. I know you're angry and frustrated. 哇，他现在的感觉好像我，我现在就是没有脑袋了。Your goblin friend. Stop it. That's enough. Not all goblins. I thought we wanted the same thing. We do. 哎，安妮，这一段解过了，对不对 ？Lodgok has. He told me that Ranrock somehow. That's why they always seem to be one step ahead. Fine, fine.I do trust you, and I. Good. Ranrock clearly knows more than we thought. We have our work cut out for us. We. Agreed. Agreed. Why not?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我按错了啦。看那边，看那边啦，看那边啦。你再过来，你再过来，你要死喽！Loyalists deserve the same fate. Nice work. 哎，不是这里耶。你只差最后领取索命咒的样子。还没等到弟弟的信件，好，索命咒不是支线吗？可能还是你等下打狂野之心，我主线推光光好了，应该推得完吧，应该可以。但主线都还没打，就已经37等。So fast.
so good. Charming. Spiders. How fitting. Ah!来下一个，对耶，然后没有点开，伤害好低哦。你没等到弟弟的信，那你有等到我的信吗？有等到我的信吗？Spiders are determined to make a meal of us. I'm sure we taste better than a goblin dinner. You 也蛇院弟弟哦，我也蛇院弟弟，我是哥哥，我弟弟讲什么？白痴哦，我想要隐形啦啊，白痴。Look at this place. My style, a bit much, if you ask me. The cabin can't have been the only challenge. Perhaps we should search for rooms. Revelio. 按到，忘记怎么按。哎呀。
好嘞。为什么不会自动瞄？哦，懂了。暗暗哦，这个先。哦，这个先带这个。0629安安，直接叫后面数字，哎。啊，如果蜘蛛的话，还是要带着果的。哇！一只啊，一只吗？一只吗？拜托是一只。告诉我是一只。我看一下哦。哦。哎，不是一只哎，可惜了。就不喜欢，不想要用黑魔法啦，但是我想要玩这个东西。哎，不行，好吧。再让我玩一下哈，嗯，要走干嘛？哦哟，哎，安妮，安妮，你有看到？你这样子，Nice teamwork. Nothing like an angry troll to bring friends together. 欺负人家好玩，什么欺负人家？三怪就是拿来欺负的，所以。所以这一招啦，我只会拿来欺负三怪，或是那种比较大型不能控场拿来玩。这种东西，会不会叫我修复它吧？嗯。咦？什么意思？看看哦，谢谢，安妮都快气死。他说，他如果在我旁边的话，他直接抢我电脑，然后干嘛？他要把我天赋那个技能格。他要把技能格全部给我点到44格。欸，然后我是今天看团团台才知道可以这样子的，欸，你。我是到现在才知道可以这样子，然后这样子，欸，我之前爬那么辛苦干嘛啊？我在干嘛？我还把它弄树啊。我把它树立起来，我是白痴欸，我，欸，我昨天就是问你这个啊，我不知道，我以为你说要怎么弄，我想说，
肯定竖着放吧，不然还有什么办法？结果我错了，我大错特错，恐怖。我到凡青没认真看姐姐直播，哦，我没有啊，我没办法看啊，因为我在弄东西啊。他的台我就只能用听的而已啊。你先别说他了啦，我的直播他也不一定都有在看啊，他是听到关键字的声音他才会看话，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比较好不好？你们这样子。情人节快到了，他会记仇。Another barrier. We can block through. This can't be a dead end. Must be another floor above us. Good news. This journal entry sounds worrisome. Almost as good as if I'd done it myself. Revelio.哎、欸，你家姐姐嘴巴也会越来越甜，好扯，好喜欢、啊，好喜欢哦。Revelio, this place can't have belonged to only Isadora. Another rune symbol. Feel as if I should be fluent in runic language by now. Revelio. 哦，这个这么快哦！哦，懂了懂了。肯定是这个最慢。好挡哦，不能破坏。哦、他不能锁定啊，可是哎、欸、解开了、哦、没吃Could this be another area Isadora created? Isadora must have honed her skill with ancient magic here. I know from the memories I've seen that the keepers in Isadora didn't see eye to eye on the use of ancient magic. I wish you could see one of her memories.无条件晕染，对吧 ？We've done it. Isadora should not have had to keep all this secret. I know from the memories I've seen, but I don't understand why she. I wish you could see one of her memories. Perhaps completing the triptych will shed more light on this. 使用魔法通道啊！等我一下哈。啊，很重要。走走走。地穴进入，你明天不要给我巧克力，好啊，没关系，你去给隔壁老王吧，去去去，明天情人节，各位哦，刚打的，一层。嗯嗯。I cannot believe the journey this triptych took us on. This is it. Don't keep me in suspense. Go on, place it. 克洛亚安，哇，有什么关联？
Another pensive. This is what we've been chasing. I wonder. 感谢零一的14个月。I cannot bring my brother back, Father, but I can give you peace. 好了啦。哇，50分了！结果主线我以为要打什么有什么的呢？天啊 ！Isadora, we are all most intrigued to hear. We're ready. 哎，不对啊，这边不是看过了？他就从他爸的胸口拿东西出来啊。These are my colleagues from Hogwarts. 再看一次，还是不一样的。Father hasn't spoken.Since my brother died. 欸，不一样欸。On my travels, I confirmed that which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we have the power to take away pain. Isadora.哎、欸，我怎么记得有这一段看过啊 ？What have you done? I took his pain. 还是我看的是姐姐的直播啊？人家不对啊，我看过啊。Thank you. That worked. It did indeed. Of course it did. Goblin silver.I need something much bigger. All right. 我重复一小段，没错。哎，确实看过，后面不一样。哦，谢谢。对啊，这边不一样。Magic, left over from a spell I devised to remove pain, but 你和我一样的反应。嗯，我是看到了谁的直播吗？记录档吗？哎、欸，你准备吧，我等下把人带过去了。我今天要给姐姐看我的照片。哎，她说她想要从后面刚我。Everyone's ready to wield such power. Perhaps not. Someone will be. 嗯。哇，憋不住气了哈。I knew it. I knew there was. 他也走火入魔了，不要。What do you mean? You saw what she did. No, not the memories, the portrait. I think the reason Isadora hasn't appeared is because she can't. I don't follow. We have seen that view before. The abandoned home in Felgraf, the destroyed painting. It was her. So someone destroyed a bit of enchanted canvas, but.We found the memory. 你讲快一点，姐姐要开台了。We saw what she wanted us to see. We saw what she could do, what you can do. I don't know how to do what Isadora did. Well, then you shall learn. The keepers can teach you. I'm not sure that they would. The keepers believe that removing someone's ability to feel pain, it's a highly complicated, unpredictable form of magic, one that should be wielded with great care.If at all, if at all, you've overcome all of their challenges. 从难以言喻变难以理解，可以吧？又很难呐。You have the ability. 哎，他 PP 有限呢。Please talk to the keepers. 那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安妮。他晕他妹。
他在笑死我，等一下，人物在笑什么？好恐怖哦！诡异的笑，我是他，我就黑化了。为什么？啊，我先去拿一下我的作物啊。他开了吗？他开了。哎，好啦，那我们过去吧。哎，各位。自己过去哈，我就不带过去咯，没有，带一下。好啦，我可能又私下在狂玩支线任务，哈哈哈。嗯，好啦 ，YT 的要关咯。哎啊，剩下的我其实就是在养那个啦，我想说吧。看看可不可以升到就是色为的粉色胖胖球，但射不出来，因为他们长不大、啊。你看，生出一只小呆头的，好可爱。好啦，雪莉晚安，吃吃晚安，丽恩晚安，林月晚安，月林晚安，果子晚安，还有吗？还有人要晚安吗？安妮，你还没领、你的毛？安妮，你的毛，给我你的毛。啊！按错了，按错了。番茄，拜拜，番茄晚安。抱歉啊，按错了。可是我们 PS5 怎么还没有？一定要等。我们 PS5 一定要等11点吗？这个 EA Play， 感谢繁星的纠团，开台辛苦啦！哎，繁星是不是该继续推你的主线了？哪有人都快满等了，主线还在那边。晚上好，晚上好。这操作很安妮，什么意思？你说我没有载好？我不是，我找不到。你看这个 EA Play， 我已经买了他们家会员了。啊，特意买了 EA 的会员。然后呢，这边就一直没有啊，奇怪哦。你们有没有人是 PS 的或者 Xbox 的？给载了吗？还是我要等整点啊？气死 ！Steam， 可是 Steam 你们可以预下载，对不对？刚刚我问查哥说他已经载好，他只是等解禁而已。在哪里？骗人！Go！哎嘿，等整点，等整点才可以载哦。哎，天哪！这几天怎么没播霍格华兹？这几天在做影片，然后在私下冲剧情，因为我实在是玩太慢。然后影片就会卡住。然后就是觉得说，如果毕竟要做影片的话，进度比大家的慢的话，就没有那么多参考价值了。然后直播好像大家现在都在各自走剧情，也没有很多人要看，就是怕被爆雷嘛，怕被剧透，怕被爆雷。
除了第一天都来看看，就是值不值得入手这样。为什么还不给下载？59分了 ，EA 在做什么 ？EA 做事。这里，哎呀，你快点玩啊！我还有，你还有，我看看喽，你还有4天时间，我们就要去狩猎了，好吗？你可以4天内毕业吗？试玩版10个小时，没有错啊。可是这个10个小时它是累计的吗？我在想。天哪，我不会要播10个小时吧？他是说从开始进去之后算10个小时吗？哦，哎呀，还想睡觉。完了，明天上班，拜拜，晚安。人物别捏太久哎，这个你知道它是可以，如果你有购买完整版的话，试玩版的进度可以延长。哦，整点了，看看哦。哦，我先退出来，再进一次。在哪里呀？还是我要重新开机？为什么？在上班啊？有人？他有涨幅的哦。啊，点错。涨幅。没有啊，哎，不好意思，我要重新开机吗？我刚已经重新开过了。啊！感谢 Carter 加入 IC 会员，欢迎你，谢谢加入会员。哎，我的狂野之心呢？洛骚版是豪华版，就是豪华版，它会送一些防具和贴图之类的。哪里啦？哎，生气了，哪里？在哪里？我要重新开机嘛？要吗？哎，不是，其实我今天有在图奇看到有。英文的在玩，可是还说这次是全球同步美国 PST 时间跑哎，我看看查哥成功了吗？可是他们至少预载到了，对不对？我都没有预载下，以为只有 PC， 没有，只要是 EA 的会员都可以。12点没有，11点。重启一下我们重启一下。西瓜皮的 PC 已经可以了，我是 EA 的，我们重启一下。要去 EA 那边对啊，他蛮确定是11点的，因为他有写得很清楚。是美东时区，左西右东，美西时区的PST 啦。
下 PST 的七点。其他直播组也没进。咦啊！看看哪儿？看看哪儿？哒啦哒哒啦哒，你在哒啦哒什么？你在哒啦哒什么啊？这里啊 ，subscription， 然后 EA。安妮声音有点小。Xbox 超抢先是吗？不是，都有都有 ，EA Play 都有，嗨呀，都有。嗯。哎，奇怪，我声音有点小，你调大一点。我声音很小吗？你说我的麦克风声音很小是吗？Of course. What? Actually, 是十一点，所以 PC 的也进不去哦。天哪！因为 PC 他们已经预载好了，不是吗？还是他们载的是，还是他们载的是正式版？有了吗？